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ryK。 作为一个长期使用安卓旗舰的用户，换到 iPhone 16 Pro Max 到底会有哪些感受？本期视频就是时间我舔下来那些好的、坏的，都来告诉你。我们先从那些优秀的地方说起。外观设计上 ，iPhone 16 Pro 系列的变化还算是不少的。那其中最瞩目的，我想应该就是正面这个超窄的屏幕边框了。那虽然在此前的渲染图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，但看到真机的第一刻还是蛮震惊的。尤其是 Pro Max 6.9 英寸的大屏幕，让视觉观感更有冲击力了。虽然正面的药丸还是有些碍眼，但结构光也真的太好用了。在这里呢，我岔开一个话题啊，我现在坚定地认为，结构光是要比指纹识别，甚至大面积超声波指纹都更好用的生物识别方案。大伙同意吗？因为我发现啊，我自己无论是之前用华为的 Mate 60 Pro， 还是现在的 iPhone， 哪怕是没有结构光的安卓机，我几乎都是依靠面部识别来解锁，只有面部识别搞不定的时候才用指纹。所以苹果的结构光啊，作为行业标杆，那体验确实是好。我作为安卓党，实名羡慕。那第二个，我认为 iPhone 很优秀的地方是动画，这点老生常谈了啊，但 iPhone 的动画确实是自然啊。记住啊，我说的是自然，而不是丝滑，这个我们后面说。苹果系统内的动画和第三方应用内的动画也的确更加统一，手势操作的判断也足够精准，尤其是从应用内上滑返回桌面那一下，哎，确实啊，那是行业标杆的存在。我作为安卓党，实名羡慕。那说到系统方面的优点呢，生态优势也不得不说。这方面呢，我想通过一个我常用的办公软件来切入，就是飞书。飞书这个软件我不太确定它算不算大众，但是在安卓端的体验真是有一大堆问题，不同机型上问题还不同。那比如呢，在我之前用的 vivo X4 3 Pro 上，飞书经常会点开通知以后直接卡死。那在我前段时间用的小米14 Ultra 上，飞书经常是收不到通知，但飞书在 iPhone 上的体验就非常的完美，几乎没有任何问题。我知道看到这儿很多人会说，哎，这不是应用开发者的问题吗？这和平台生态有啥关系啊？但话说回来了，平台生态就是一个个应用开发者和公司构成的呀。很多 iPhone 用户之所以认为 iOS 生态好，其实并不是多了解背后那些高大上的商业逻辑，而就是它常用的应用 iPhone 上体验比安卓好。我作为安卓党，实名羡慕。那作为安卓党还实名羡慕的一个大的点，那自然是苹果的视频拍摄能力。丝滑的变焦比安卓旗舰好很多的宽容度，优秀的侧光和防抖，那更不用提 iPhone 16 Pro Max 的全部摄像头，包括前置都能够录制 4K 60帧的杜比视野，还有 ProRes， 甚至连 4K 120帧模式也能开杜比视野。这些格式在安卓旗舰里啊，能做到其中一两个的都是少之又少，更不用说苹果生态还有很多优秀的第三方软件加持。就你可以不认可苹果的拍照，但你没有办法不认可苹果拍视频的能力。我作为安卓党，实名羡慕。那除了这些啊， iPhone 16 Pro Max 的续航也确实离谱。我看了好几家在固定测试的场景中啊，苹果的优势其实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我个人用下来体感上苹果的续航就是很离谱啊，比我绝大部分用过的安卓旗舰都要强。你像我平时啊，还是主要刷微博、抖音，在微信、飞书上处理一些日常工作，那基本上呢是全天开 WiFi、蓝牙、双卡、移动数据，一天用下来根本用不完，经常能剩个30%。我甚至觉得 Pro Max 的续航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充电慢的短板。作为安卓党，我倒不是很羡慕，但确实挺佩服。以上呢是我用 iPhone 16 Pro Max 觉得体验很好的地方，好的地方说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也可以提提建议了吧。首先是流畅性啊，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流畅性。苹果的动画好是好，但在 iPhone 上80Hz 和120Hz 的割裂感，但属实有点严重。而且现在苹果不少应用内的动画都不是高刷，比如图库。不是，咱就是说苹果这动画太卡了。这绝对没有60帧啊！我不知道视频里看着卡不卡。哎呦，真卡！这个割裂感太严重了。我知道苹果喜欢替用户做选择，绝大部分用户啊，我估计也看不出来这个割裂感。但别人看不出来，那我能看出来呀、啊。
我都能看出来，并且还觉得很难受，那总不能还得舔个脸说感谢苹果替我做了这个决定吧？作为安卓党，我不理解。其次呢是这个快门键，其实苹果这个概念倒是挺好的，在体验之前呢，我也有各种美好的设想，但实际用起来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首先它位置太奇怪了，你要是右手用户，你几乎不可能以一个自然的握持姿势啊，直接按到这个按钮，那哪怕是横屏，你看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用什么 NBA 球星手的数据来做了这个按键位置。那除了位置奇怪，它的交互逻辑也很难让人琢磨透，轻按一下调出变焦条，再轻按两下就是选项菜单，但是它轻按的这个力度呢也不是很好掌握，有时候你按不出来，有时候直接变成快门了，而且它这个快门啊按下的力度呢控制不当，还会让这个机身抖动，所以整体体验下来呢，我觉得不如以前那些集成相机按键的手机，像我们手上这台索尼 X1， 它半按对焦，重按快门，而且索尼的位置和键程都恰到好处。虽然索尼的功能没有苹果的多，但是苹果现在的功能啊，其实是过于复杂了，导致用户需要长时间使用后才能适应，并且适应后啊，咱说实话也没啥明显的体验加成。那更不用说啊，这个快门键真的很难找到完美的手机壳。有的壳子是那种开一个大孔，开大孔的优点呢是使用快门键的时候跟裸机的体验啊几乎无差，但缺点呢就是握持边框的时候会有割裂感。哎，有的壳子呢是精准孔，优点是全覆盖，那握持的时候呢要比大孔好不少，但手机壳本身有一定厚度，那使用这个快门键的时候就更难受了。那作为苹果的亲儿子Beats 也给 iPhone 16系列做了保护壳，在快门按键开孔处呢，使用了一片蓝宝石玻璃覆盖，还带有传导层，体验上啊是比较接近裸机了，但这个复杂程度也算是纯给配件厂商找活了。当然了，我知道苹果做啥都会有人给安排理由，比如呢，我看现在就有很多人说啊，这个按键其实是苹果在给 AI 布局。我这个说法我真的不太能理解，在我看来这个说法像在侮辱苹果啊！长按电源键不能唤醒 AI， 双击电源键不能唤醒 AI，Action 键不能唤醒 AI， 软件层面更有 N 多种方法唤醒 AI， 哪个都比专门开一个蹩脚的拍照键来唤醒 AI 更方便吧？作为安卓党，我不理解。还有就是信号，哎呀，信号这也算是老生常谈了，我本不想加在视频里了，但这手机我在家用的时候信号就是这样，而同样的卡我的 vivo 是这样。主要是这点真不是我说心理作用啊，就你从一台正经的安卓机或者华为旗舰换到苹果，你是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信号落差的，就这玩意儿这么难做好吗？作为安卓党，我不理解。那除了这些安卓党实名不理解的地方，你像 iPhone 16 Pro Max 还有一些让我纠结的地方，比如它的拍照，我认为啊，安卓阵营的旗舰机在拍照方面已经大幅超越 iPhone 16 Pro Max 了，大家伙同意吗？好在今年啊，苹果也给了一些补救措施，比如全新的摄影风格啊，其实这个功能啊，在 iPhone 13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但当时的摄影风格在调整设置后是不可逆的，但现在 iPhone 16的摄影风格在拍照前和拍照后都可以随意修改。那现在小红书上还有很多人分享如何调色，我们也调了几个，我发现如果利用得当，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 iPhone 拍照的平淡，但我这段时间用下来总是感觉用它拍照欲望还是大幅下降，长焦端呢也确实是不如安卓旗舰。说了这么多啊，我作为一个长期使用安卓旗舰的用户，用 iPhone 16 Pro Max 的感受是挺复杂的。首先我必须得强调一下，我在生活中是有很多苹果产品的，并且呢也喜欢很多苹果产品，你像 AirPods Pro 常年在我背包里，新出的 AirPods 4 我也买了，我认为绝对行业顶级的产品。我平时背包里的办公产品是 iPad Pro， 我家里用的是 Apple TV。 我不是讨厌苹果，我只是单纯的不太喜欢用 iPhone， 因为我认为苹果在很多领域的产品其实都做到了行业顶尖，但在智能手机领域其他品牌或者其他生态的进步真的太快了，很多我在 iPhone 上需要忍受的各种缺点在安卓机上并不需要，这是我选择用安卓的原因。但我同时呢也很能理解为什么 iPhone 的销量和消费者满意度能这么高，早年苹果在智能手机行业打下的江山太过牢固，现在的 iPhone 啊需要的不是激进创新，而是不犯大错，只要不犯大错就能年年大卖，这就是行业现实。那对于这一代 iPhone 呢，前两天啊我看到微博的一个热搜话题，大概是这代 iPhone 会是购买欲望最低的一代，但我却认为这代 iPhone 会是很长寿的一代。诚然啊，它像是 iPhone 15 Pro 系列的补全，
但优秀的续航、更好的散热、更大的屏幕都很可能让 iPhone 16 Pro 成为下一个13香。这款产品对于喜欢用 iPhone 的朋友来说一定是一款好产品，只不过对于我来说，我还是更喜欢能够适应我的手机，更喜欢那些我认为有趣而不是不犯错的产品。 OK， 那本期视频我想主要分享的观点就是这么多，大家伙对于这一代 iPhone 16 Pro 还有哪些看法呢？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分享一下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我是 HR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各位好运，拜拜。